会痛还是怎样？起初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们要预防也不能够预防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平常都会发生啊，什么口干啊，没有声音啊，什么鼻子塞啊，还鼻癌很多啊，还有大肠癌啊。如果现在癌症，你们不用怕，可以拿来唱歌，尤其是你们女的这个子宫啊。哎，那天我有拿到一张子乳癌哎，吃这个挺好的。乳癌对，很多啊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世界来的，就是我们人类看我们自己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是化学，化什么灭，化学哦，灭中国的唱了什么东西那个台湾的那个什么。塑料产品来的，我们美女几个孩子？五个，我是东海的，都是男的，一个男的，四个男，女的，一个男的，这个才是男的，最后一个男的，最后一个男的，四个女的，这女的出嫁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为什么呢？还在读书。欧洲有在办事啊，有办事啊。哎呦！没有啦，你听他开玩笑啊。怕死人！你的丈夫是文莱人是吗？还是晋人？哦，福晋人。两个在文莱读。几时要回来？回来雪山也是做好的哦，福晋的。啊？要回来是没有福晋了。现在人家不是买外地来的喽，还有买哦，我要做厨啊，要到成到高，没有喽。随便他们讲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随便他们讲。不用了。你包在那的哈？有朋一到我姐姐家，他都讲小龙啊，还问我还记得什么？怎么不记得？我知道该做。他就打电话了。我直接拍电话录了。很好啊，你们来看我们是很好啊，尤其是独心来看我，我们两个都是半人。你慢慢会好的啦。有朋最后面的。不过，会痛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什么都是。出的时候啊，躺下去，连背心都不能够哦。九个月了哦。直到我的屁股都烂去了，不能够转。对，一万。转的。后来能够坐起来啊，要抹的话，如果你没有抹，他哪里重啊，就是不能够控制了，就是碰下去了。你要抓起来。他一点不能够上了年龄了，起身最好不要呼一下像年轻时候这样，你坐在那边先。以前这个东西像这个都不用讲了，这个比较过。我也是，我他早上爬起床了，我没说，我爬起来一下子就爬起来，没有，我就坐在那边。可是我是一下子爬起来走，我嘴巴会讲人家，我不能照顾我自己。不可以啊。真的啊，我在他家，我睡地下，我不要睡床。他一起身就这样，我叫你坐在那边先。啊，对呀。是有。在温州那边有一个他是没有结婚的，他现在跑路脚步还拿广告。他告诉我，我现在还做什么？讲我就是一起身坐在椅子那边休息一下啊，我还可以走啊，我现在还行。你也不会变得很多了。
如果看几位这样，一样的了哈。如果在巴萨这样过去，可能不知道了。你过来看看了哈。你没有看过我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英勇不会忘记啊，不会忘记，我英勇不会忘记什么？现在这个进来哦，你这老不一样，老不一样这样讲，讲起来不懂你会记不记得？我会记得，什么事情我英勇会记得的，我两岁的时候我都会记得，算了蛮厉害，我很多都不知道了，我哥哥二十。我到他两岁，他生他的时候，我都会记得。里面房间翁阿仔在在哭，他开一点门拿给我看，红红的，我都会记得。你到底是你是江南艺人，也是江南艺人？我在，我是长青板厂那边的。不老的老板娘，也头发也长了，也是不老呀，拿了老贵呀。那个老板懂一点长青的，做那个啥吧？靠近沙林那边吗？隔壁。靠近那个隔壁，这边沙林，这边是哪吗？啊，工程啊。我的一姐和老妈那边。那个工程还在上面了。我在下面。我老妈懂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以前我不是每一个月下来米拉达姐姐，记得吧？记得啊！我每次去看你，我每次去看你哈，在河边那边哈，我跟这个哈，有一次不懂你去四姨家还是去米拉达，你抱个孩子，那是女孩子的哦，你帮我还车票啊，那个床费你记得吗？知道。你现在讲没有看过我，我不会忘记，我忘记了，不记了，忘记了。你还报个警察？那你最好，你做民警察最好。民警察最好。我真忘记了，你报个孩子吗？那孩子应该是男的，是吗？刚才这东西现在都忘记了。是女的，都还好啊。你帮我还车，那个他还差要亏你的钱哦。忘记了，我都忘记了。很多的我都忘记了。